候，我有点想买。虽然它不是真的大理石，很有质感。对，可是很有质感，要做亮，有点亮面。我觉得很好看，而且很搭我的衣服。很搭。这个紫色放在上面都那么美。它是薰衣紫吗？对，有点薰衣紫，它是那种淡淡的紫，然后它是做那种就是凉感针织，它非常的薄。然后呢，它其实有点宽松一点的版型，然后袖子这边有做一个就是这个叫什么？切口，对。它是这种不修边的这种切口，然后穿起来非常凉，然后这个还可以防晒，对，就像现在这种天气可以防晒，而且还要做那种很宽松的版型，很可爱。我觉得来不及减肥没关系，穿这个就好，穿这个就好。而且重点是这件很显白，因为它这个紫色啊，其实基本上它是比较不限肤色穿，因为像我的话，它这个是因为它这个紫是比较冷色调的。它是比较偏冷色调，所以呢，不管是黄皮肤还是黑皮肤，其实这个紫都可以驾驭哦。它其实有一点紫灰的感觉，对，可以看一下后面，它有点微散版，对，有点微散版。然后其实它有点版型，有点像娃娃妆，对，很像，是有一点点像娃娃妆，对，但是它只是会做大宽版。我觉得搭那个窄管裤非常好看。对，但是如果说你想要穿轻松一点，像这种大热天不想要闷闷的话，像我一样那种配那种宽裤。白宽裤也很好看哦，就是整个这样看起来，整个修饰身材，又可以露出你最瘦的地方。